给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在福音书另外两卷的福音书也是有记载的哈。大概我们刚才念的时候，你也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因为这个月也7月半了哈，也是华人的这一个的所谓的鬼节啊哈，就跟大家来讲一讲鬼啊。 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鬼故事呢？有没有啊？有啊，有听过鬼故事啊。有没有看过鬼片呢？就是电影也有了哈。那有没有讲过鬼故事来到吓人呢？或者被人吓？被人吓就有啊，吓人可能没有啊。或者当中也有很多人也会讲鬼故事来吓人啊。那不晓得你们所听过的鬼故事的情节，大概是怎样的哈？是不是都是说穿着白色衣服，然后呢，半夜出来的，一定是半夜的哈？OK， 特别是以前哈，小的时候总听见是半夜深更12点这样哈 ，OK， 然后出现的时候呢，都会冷风嗖嗖。 OK， 令人呢是毛骨悚然的哈。OK， 然后头发长长的，长到怎样？你这样子，看不到脸，这样子啊。OK， 还有怎样呢？就是可能石头长长哈，因为带着这个石头弄不到长长给你看哈。OK， 然后呢怎样？手是向着前面的。OK， 然后。 还有呢，飘来飘去 ，OK， 没有脚的 ，OK， 这大概就是一些这样的情节啊，哈。OK， 当然，如果我们看影片的话呢，这些的鬼啊，OK， 也有很漂亮的，很美丽的 ，OK， 也有很引导的啊。 Okay， 但是呢，他们一个转脸的时候呢，就是怎样啊，露出那个狰狞的面孔啊 ，OK， 或者是眼瞪得大大的 ，OK， 然后他们一转换成另一个面孔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要来到攻击你的时候啊 ，OK，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所听说的 ，OK， 或者是。 在被人讲这些的鬼故事，或者是这些的鬼片的时候，所带来的印象哈。OK， 然后我们就再回到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切的经文里面呢。OK， 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也是有提到哈。OK， 如果我们看，OK。 马太福音呢就在第8章28到34节，然后路加福音呢就在8章26到39节。OK， 那我们今天就不看这两段的经文哈，你们自己在家里有空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哈。OK， 那我们再看看哈这一个的地方，我们要知道大概这一个的地方是在哪里哈。 在马太福音8章28节呢，这里说到呢，耶稣基督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然后马可福音5章1节，就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呢，就说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圣人的地方。 路加福音8章26节，他们到了格拉圣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OK， 那这一个的格拉圣哈，到底是在哪里呢 ？OK， 在这一个腓立福音，就是这三本福音书呢 ，OK， 这里提到的是位于加利利湖东边的那一个地方哈。 也就是现在属于以色列的这一个戈兰高地啊，也有这样的戈兰高地在哪里呢？就是在格拉圣的加大拉。所以
给你有一个的印象，就是现在的呢是在这个 Cruci 这个的地方。所以原本呢这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养猪的外邦人的社会来的哈。Okay. 以前的人呢哈，之前呢哈，给、okay. 别人就以为是另外一个的地方。OK， 但是因为在这一个1970年的时候呢，这一个希腊以色列的圣经考古学家呢，这位Shafiris 呢，他在加百农的东南边哈的九里那边，靠近加利利湖，然后挖掘了一件拜占庭教会的时候呢，在300码远的地方发现了这一个从来没有被人挖掘过的土丘。OK， 就是现在的刚才所讲的地方，就是这个 Cruci。OK。然后从1971年开始呢，这位考古学家呢，他就是在这一带地方来到工作，证实了这里就是当年耶稣赶鬼入猪群的地方哈，在加利利湖的这个的东岸。OK， 所以只有这里呢有一个的山崖 ，OK， 然后这个山崖是直泻入海的哈，所以根据这个历史书的记载呢。这间教会是当地的一个坐标，来到纪念耶稣在那儿所行的神迹啦。Okay? 然后之后这一个圣沙巴呢，也在主后491年拜访这里哈，在教会来到祈祷，然后在教会后院的半山坡呢，还有一块的这个巨大的石头哈，大约高有22尺，是被围起来的。所以这位历史学家呢，他就认为这个是5或6世纪的时候呢，被人立起来，来到标明耶稣行神迹的地方，就是这一个的地点呐、啊。OK， 这个是从考古学家的判断 ，OK， 来知道到底这一个格拉森是在哪里。Okay? 所以是现在的这一个的地方哈。也就是认为这2000头猪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投入海的地方。Okay, 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大概就是那个箭头所指的 那一边哦，给加大拉。Okay, 这里马可福音5章第1节哈，讲到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圣人的地方。这个就大概是，如果我们看整个加格拉圣哈，是在是怎么样的哈？就这个现在的格拉圣，这个是现在的加达拉。OK，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当我们读这一个的经文的时候哈，不晓得你本身有没有看到哈，有人好像要帮忙这一个人，这一个被鬼附的人哈。OK， 这个被鬼附的人呢，他的生命里面啊是怎么样的？ Okay, 他的生命。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一个人他住在哪里，他所住的地方，然后怎样形容这一个人呢？在第2到第5节呢，这里清楚的来到告诉我们哈，这个人呢，他藏在坟茔里啊。没有人能捆住他，因为人想着要来到把他捆起来哈，用铁链，用这一个的脚镣，给要把他来到捆绑住哈，以免他来到伤害人，给、okay? 也可能是他们是为了容易哈知道这个人的那个的去向。Okay? 这个人还有一个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他是力大无穷的这一个人。Okay? 他可以把这一个的铁链给挣脱，
那一个的脚镣呢，他可以用石头还是用什么的来到把它砸碎啊？我们看到的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点呢，就是他常常呢用石头来到割自己啊。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尝试过被刀割过你的手指啊，还是被子哈，有时候指我们这样翻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刮到哈。Okay， 我们这样小小的这样的刮都已经很痛。OK， 但这个人哈，他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啊，不晓得他到底是有多么的痛哈，不晓得你我有没有想过哈，他就是用石头来到砍自己的。当我们讲到这样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这一个的生活中哈，如果我们再想想这一个人他的这一个的光景，像不像我们的生命哈？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你有被东西来到捆绑着你？那些其他的人其实他们想帮你，但是他们却把你放在这样的一个糟糕的地方，他们以为这样子可以帮到你，可以让你好过一点，让你有更大的空间，让你有更多可以发挥的地方。但是其实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我们可以或者是不难发现哈，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是有这样的帮倒忙的人哈。其实今天的那讲题两个读音都一样的哈，帮倒忙和帮倒忙。OK， 第一个的这个帮倒忙呢，就是帮不到，就是倒转过来了，想帮你却帮不到你啊。可能对方想帮我们的时候是出于好意的，又或者是有没有试过很长的时候，我们很热心要去帮忙人的时候，但是反而呢是帮倒忙，没有帮到别人，不单只是这样呢，还让人觉得很忙张啊。Okay， 就举例来说哈，举例来说啊，我们很想帮，小的时候啊，可能小的时候我们很想帮我们的父母做家务，或者是现在的小朋友很想帮父母来到做家务，打扫家里啊，把家里收拾的整齐一点的时候，很长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还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们，是出于一片的好心的，是好意的要帮我们，我们也是要帮我们的父母，但是呢反而怎么那个地啊，要扫地哈，反而越扫越多垃圾的。为什么越扫那个这里又本来都不觉得那边是肮脏的哈，但是一扫过后怎么都这么肮脏的。又或者是我们很想帮忙父母来到浇花，但是浇花过后呢，就整个的这些的花都被水淹了，这个就是帮到忙了呀。或者有时候哈，我们很想看到这一个的地方这么的混乱的时候，这一个的书桌，这张的书桌，或者是这一个的书橱这么乱的时候，我们好心的帮我们的哥哥或姐姐来到整理，但是呢却让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找得到他们要找的书本，或者是他们要找的文具。这样的情况就是帮倒忙了。很多的时候哈，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OK， 其实不难发现了哈，有也有这种帮倒忙的人，
或者是这样的情况。给这个格拉森的地方的这一个人呢，他这里记载着他是被鬼附。给被鬼附呢，他是怎么样呢？他的光景，住在坟墓里，他挣断这个铁链，弄碎这个脚镣，他还有昼夜在喊叫啊。OK， 那个喊叫哈、啊，他是在这里是昼夜喊叫，他在那边喊，很大声的喊。当你听到这样的喊声的时候，呼喊声的时候，他可能在那边啊。或者是另外一种的声音啊 ，OK。当他这样呼喊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知道他需要怎样的帮忙，哎，然后有些人就可能就觉得这样哦 ，OK， 可能可以嘛，更粗的铁链把他绑着 ，OK， 可能这样就对他好了 ，OK， 因为这里说他用石头砍自己，而我们用更粗的铁链把它绑着的时候，它就不能够砍它自己了。OK， 那你知道它是力大无穷的。OK， 这反而，那你这样绑的时候，它这样挣脱的时候，更加伤了它的这一双的手。OK， 呀、yeah ，所以我们也看到哈，那些人把它放在坟茔里的时候，可能是为了真的为了它好的哈，给让它远离人群。在坟茔里呢，坟茔里其实哈，当时候的情况就是，这些的坟茔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坟墓哈，我们的坟墓是埋土地埋在里面嘛哈，这个叫坟墓嘛哈 ，OK， 呀、yeah ，这一个的坟墓哈，在以色列人他们的那时候的哈。他们是山洞来的哈，一个一个的山洞 ，OK， 一个一个的山洞。所以这里呢，没有正常人不会要去这种的地方的 ，OK， 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也不去的坟墓或者是舍人的地方呢是不洁净的 ，OK， 他们不去的。然而这一个人呢，他却在这样的污秽的地方，生活着，生存着。他的光景呢，可以说呢是没有希望的哈 ，OK， 他是没有了什么希望的，他的那一个的生命里面哈，都是凝结着黑暗、污秽，还有死亡的 ，OK， 所以这个人。是他想的吗？他要这样的吗？他还是他是很无奈的 ？OK， 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也是好像很觉得哈，其实这样的情景弄成自己这样的糟糕，其实我也不想的哈。OK， 为什么呢？好像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啊哈 ，OK， 我们。再讲回我们现代人啊，刚才的是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 ，OK， 他的情况，他的光景。那我们现代呢？我不想啦 ，OK， 什么毒瘾啊 ，OK， 赌博、毒品啊 ，OK， 这些的瘾，其实我不想的，只是我不能够控制自己啊，我想要戒掉，但是我是不能的。我非常的无奈啊，我也是没办法的啊 ，OK。然后这里在情欲方面 ，OK， 为什么你的感情你可以这么的滥交的呢 ？OK， 为什么你还在搞这一些的外遇呢？难道你不知道上帝说不可奸淫吗 ？OK， 我们就很长的时候啊，我也没办法的、啊，我不想的、啊。OK， 我知道上帝说不可以奸淫，但是我没有办法啊，我是这样的被捆绑住了，我不能自己的 ，OK， 我没有办法拒绝啊 ，OK， 没办法，
难道有人拿着武器来到对着你，你一定要这样做吗？ Okay， 没有的哈。其实如果再看回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为我们自己来到找借口啊。我们以为我们 okay， 去赌博的时候赚钱啊， OK， 哇，可以帮到自己啊，帮到我的家庭，可能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OK， 哪里知道却被这一个来到捆绑住。所以有时候这一个的帮到忙呢，可能是别人造成的， OK， 他要帮你但是没有帮得到，反而让你的情况更糟糕。有时候呢是自己的这一个的情欲所造成的。我认为我可以透过赌博或者是这种的不当的途径来到赚取更多金钱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家人，我就可以帮助很多的人。我们其实以为这样能够帮到自己，帮到我们的家人，但是也是帮到忙啊。对，所以我们会以为这样的方式能够帮到我们自己，能够帮到我们的家人，但是反而是帮到忙了，反而是害了我们自己，也害了别人。Okay？ 当或者是让这一个的情况更加的糟糕了。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哈，在接下来的这一个的情节里面呢 ，OK， 当他在这样的无助无奈的时候 ，OK， 别人要帮他忙的时候，竟然也是让他的情况、他的光景更加不好的时候。OK， 现在哈，我们看到哈，其实主耶稣呢，他是从西边来到，过了这一个加利利海，来到这一个的西边这里嘛哈。OK。所以主耶稣这一趟哈，来这一个格拉森这个地方呢，他是特意走这一个的行程的哈。Okay， 根据这些的解经家呢，这一个地方呢绝对是外邦人的地方来的哈。Okay， 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呢，他就平静了风浪嘛哈，平静了风浪，跟他的门徒渡过了这里。他特意的走这一个的行程来这一趟，要来，他在寻找这一个人啊。Okay， 如果我们从经文的这样的看哈，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特意来这一趟的。主耶稣特意来。与这一个人来到相遇啊。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这里呢这个人呢哈，他远远的看见了耶稣，远远的看见耶稣呢，他怎么样，他做了一个的动作，他就跑过去 OK 拜他。OK， 那主耶稣他们一下船的时候哈，这一个人哈，因为在这一个山崖那边嘛哈，是有看到海的地方哈。他远远都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这样子的，好像我们刚才看了哈，他的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啊。如果我们看最后一节的时候，他看下半段的时候，他穿上衣服哈，他穿上衣服，那就是说这一个人呢，他没有穿衣服的，就好像图片，你看到这一个图片里面哈，他没有穿衣服。这一个哈，这一个的人啊，他好像就我们所看的这种的鬼故事的情节那样哈，就是披头散发的哈。OK， 他就在那边喊，大声的喊，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哈，来到拜他。然后如果我们普通人哈，看到一个这样的人来到冲向你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啊？你会打开手来跟他抱一下吗？会吗？
不会的嘛，对不对呀？ Yeah. 所以这一个当他这样的时候哈，啊，耶稣是就是要来到遇这一个人哈，来到找这一个人哈，给这一个人看到的时候呢，就大声的来到副教所哈，问他：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的相干？给我指证，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 OK， 这个是因为呢，耶稣曾经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给耶稣就问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给呢，他就回答说：我的名字叫群啊。现在我们听到群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群啊？哎，我有什么什么微信群，我有什么什么的WhatsApp 的群 ，OK， 在一个的WhatsApp 里面，我有好多好多的群 ，OK。但是这里讲的群呢， okay, 这里讲的群呢，其实 ，OK 是指哈一个的罗马的军队啊哈 ，Legion，OK、okay, 是指这样的情况啊，是大概这一个的群有多少的数目呢？这一个罗马的军队呢，在这样的一个的Legion 里面呢，有多少的人，有多少的军兵在里面呢？大概就是4000到6000那样啊哈。这个是在这些的解经家里面所研究得出来的哈。所以有这样的一大这么的这么大的这一股的 OK 力量在控制着这一个的这一个的人呐、啊。Okay, 然后他就再三的来到恳求着耶稣哈，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哈，那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有什么的情况哈？在那里呢，是山坡上哈，有一群的猪在吃东西，然后这些鬼呢就央求耶稣呢，把我们打发往那个猪群里面去哈，负责猪啊，耶稣就准了他们，乌鬼就进入这一个出来哈，进入这个猪群里面，于是那些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就淹死了哈，猪的数目约有2000。OK， 那想告诉你一下，这有关于这一个群这一个的用法，在当时候哈，因为那时候呢，以色列这些的以色列的地方，或者是这一带的地方哈什么底加波利啊、格拉森啊这些的地方哈，都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Okay? 那在每一个的地方呢，这些的罗马有他们的军团的哈，就一个legion的话呢，大概就我们刚才讲的有4000到6000这么多的军人在里面哈，那他有几十个的军团哈，所以呢，如果这一个的军团哈，他们一发动的时候啊 ，OK， 如果这个地方的人民不听话哈 ，OK， 啊，来到搞对抗的话哈。OK， 来搞这种的摸过 ，OK， 搞对抗抗议的话呢 ，OK， 你们这么不听话哈，给这一个的军团呢，就会被拆派到这个地方呢。他们只要一团，给、okay, 一个legion或者是两个legion呢，就很容易把这个地方给夷为平地啊。OK， 所以这些人是必死无疑的。如果你们这么不听话的话 ，OK， 然后就有就有这样子的理解说 okay, 在这一些的地方哈，这一次的这一个的事故呢，这个人从他身上所出来的这一些的
乌龟哈，他们说他们自己是群啊，哎，也在，其实也是在暗示着这一个群呢，就是当时候的罗马军团哈。那罗马帝国就借着他们的罗马军团呢，哎，来到统领、看顾他们所殖民的地方。当这一些这个的军团哈 ，OK， 刚才讲了哈，他们其实如果这些的百姓不听话的话，他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来到控制啊 ，OK， 他们其实是靠着暴力很残酷的这一些的手段来到占领这些的地方的 ，OK， 那这样子呢？其实也在意味着哈，主耶稣他其实来这一个的地方呢，他不只是要来到帮这一个人啊，帮到这一个人，那这也隐喻着呢，这些的罗马军团为当时候的势力。Yeah， 主耶稣能够，其实哈，主耶稣他已经是胜过了这一些的人所看到的这一种的势力啊。也意味着哈，不只是来拯救这个人而已啊，也告诉了当时候的人哈，其实主耶稣他其实就是那一位的君王啊 ，OK， 他能够胜过被捆绑的这些的人啊，被乌鬼捆绑的人，其实他也胜过了这一个的军事力量啊。然后我们也知道哈，那个的情况就是那个猪就淹死了哈，淹死了，这一个放猪的哈，他逃跑了，去告诉城里还有乡下的人也就来了哈，看到底是什么事啊，到底这一个现在这一个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的事情啊，那他们来到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什么，当然也是有一段距离了哈 ,OK, 也需要一些的时间。他们来到的时候，他们看到那被鬼附的人呢，他从前啊他是没有穿衣服的。样子是很恐怖的，但是现在呢，他是坐着穿上衣服，那些人心里明白啊，明白过来发生什么事，但是你有注意到吗？他们却是害怕、okay。 所以你看到哈，这一个人当主耶稣来到帮忙他的时候，主耶稣是很清楚的，他要帮忙这一个人，他要来到拯救这一个人，他要拯救这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他的光景从前非常的糟糕，现在呢他很正常了，他坐着穿上衣服，但是其他人却是害怕的。当主耶稣来到介入我们生命的时候啊，有没有其他人会觉得害怕？当你说你要信主的时候，你的家人会不会觉得害怕？你的朋友有没有觉得很害怕？ Okay？ 你的好朋友有没有觉得很害怕？ Okay？ 或者是当你很
信主哈，一般上哈，刚信主我们都很火热的哈，我们的这个的火热啊，让有没有让我们的家人他们觉得哇，你发生了什么事？哎，他们可能他们是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哎，但是他们可能会给很消极的这些的评语。哎，但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我们的生命的救主，他是救赎我们的。哎，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行在他的话语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或者是这一个世界的许许多多的人，跟上帝是有冲突的，他们会害怕我们，怎么你这么正义的，怎么你这么温柔的，怎么你这么有爱心的，怎么你没有这样的贪恋的，怎么这一些的你说你要把这一些的坏习惯给改掉就可以改得到的。哎，人反而会可能就觉得很惊讶，也有人会觉得很害怕，因为你太迷了，你太过迷信了。Yeah.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哈，这个诗，那被鬼附这人便将被鬼附这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诗都告诉了众人，然后众人的反应是怎样啊？哎，耶稣，我躲龙你啊，离开我们啊，躲龙你啊，不要再留在我们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了，你快快走吧。呀，这个是众人的反应。OK， 所以亲爱的朋友，要告诉你，当有基督徒的朋友告诉你有关于主耶稣，他就是为了你，为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了，他也复活了，他的这一个救恩是给你也是给我的，你要不要来到接受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到想，哎，这一个在格拉森地方被鬼附的这一个人呢，本来其他人想帮忙他，哎，可能他自己也很想帮自己脱离这样的困境，但是都帮到忙也帮不到他们，他们帮不到他，他自己也帮不到自己。但是今天要告诉你，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了希望，主耶稣他去帮忙这个人的时候，他是真的帮得到的，他帮到忙的，他可以帮忙这一个人。所以同样的，现在在今天呢，主耶稣也是能够帮忙你的，他能够帮到你，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无论你相信了他没有。弟兄姐妹，今天你处在可能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个的环境哈，我们都很心惊胆跳哈，因为现在的疫情实在是太严重了哈，我们很怕，我们很害怕，我们没有这一个的平安，可能我们会越想越多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感染了 ，OK 啊，自己被感染了，要怎么样？要怎么样？ OK，
各位 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一切的担忧来到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你来到新上帝你不会中这一个 COVID、啊 okay? 病毒没有选你是好人坏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他没有这样选的、啊 okay? 所以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自己也要帮忙我们自己啊。Okay? 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帮忙我们自己守好这一个的SOP， 我们也要帮我们的家人，我们也要帮我们的朋友啊。Okay? 所以以至于我们不会帮倒忙啊。Okay? 我们是真的要做这一个，好像主耶稣一样，能够帮得到我们的朋友。也帮得到我们的家人，也帮到我们自己啊。然而这一个人呢，他的反应是什么？这一个哈，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他就恳求要和耶稣同去啊哈，他要跟着耶稣走啊，要跟着耶稣去上船，跟着耶稣去做施工啊哈，去服侍啊。但是耶稣却不许哈，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啊。” OK， 所以这一个人呢，在这一个底加波利哈 ，OK， 这个人哈，他走了，在底加波利呢，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很稀奇啊。给底加波利是什么意思呢？底加波利是十座城的意思哈。给在希腊文 ，OK 啊 ，Decapolis 这十座城啊，所以这十座城呢是很大的一个的合场。所以这一个人呢，应该这一个在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呢，这一个人应该就是第一个来到相信上帝的人啊，第一个领受到上帝的这一个的救赎的人。所以他是带着这样大的使命，主耶稣要他跟他的亲人他的家属，原来这里告诉我们他是有家人的，他不是孤独的，他不是没有亲人的，只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亲人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到对待他，我们不知道 OK， 圣经也没有描述哈，但我们知道结果是好的、okay? 在这个人的身上呢，上帝的这一个的拯救临到他。所以同样的，亲爱的朋友，上帝的拯救，主耶稣借着主耶稣所赐予的这一个的救恩，其实已经完成了、okay? 就等着你等着我来到去接受啊。那已经接受了的，我们对这一个上帝的这一个的遵从呢，我们就是要来到遵守他的吩咐啊，哎，不要给自己来到找任何的借口，说啊，我很想改过，但是我不能啊，上帝主耶稣，你知道我的，你知道我是很软弱的 ，no， 哎，可以的，就看我们自己。愿意遵守上帝的这一个的话语，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到什么样的地步、啊、我们愿意帮忙自己吗、okay? 还是我们给自己找借口，结果我们是帮给自己帮到忙帮不到自己，或者你愿意放手给、okay? 交托给上帝，让上帝来帮助我们，他能够帮到我们的、okay. 也让我们自己有机会是借着这样的上帝的恩典来到帮到我们自己、okay.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们看到这一个
人，这个被鬼附的，他的光景之前还没有与耶稣相遇的时候，他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他的生命竟都是误会、死亡，是消极的。他的光景非常的不好，但是当主耶稣来到寻找他的时候，特意来到他的生命的时候，他的光景是光明的，是充满着希望的。同样的，父上帝，在今天我们也愿意来到，敞开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到遵守你的话语，以致我们让你来到更多的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来到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要顺服你，顺服你的话语的教导与吩咐，让我们愿意活出遵行这个大使命还有大诫命，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也帮助我们愿意的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向我们的还没认识你的家人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来到见证你，帮助我们愿意开口来到做见证。我们感谢你，我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在捆绑当中的我们要来到更多的降服，让你来到帮助我们。在我们很多的不良好的习惯上，我们求你来到介入，帮助我们来到改过，不要等生命遇到危机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才懂得转向你，而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我们都愿意的来到顺服你，愿意的来到更多的在你的话语上站立的更稳。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救赎。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 Amen。